有冰啊！喂，等等先啊！喂，我哋等等。西九龙重案组，系你哋？原来你哋真系西九嘅。你系咪周日希 Oscar？ 系啊。咁你识唔识胡世恒？识。我知佢死咗，但系你哋揾我做咩啊？我哋想知道一直以嚟你系咪同胡世恒合作搞 Apps 嘅生意？系。胡世恒同你拆咗伙，你咪好嬲？系，但系你哋唔系怀疑我杀咗佢啊嘛？上星期六下昼，你系咪曾经去过胡世恒嘅宿舍房度？仲因为拆伙嘅事嘈过，之后仲有推撞。冇，你唔使扮嘢啦。不过我知道系边个同恒仔嘈过嚟。咁系边个？我细佬，佢哋见到嘅应该系我妈生嘅细佬。我去揾过恒仔走去晦气，边个叫佢上庆我大佬飞脚？冇我大佬帮佢接咗，佢对住部电脑晓飞都冇用啦。我帮你搭通晒天地线，应该最大功劳，想同佢五分掌握合理。我大佬净系识喺度斋神，我唔同啊！有咩喐我实嘈到底啊！胡世恒知唔知你要咁啱生细路？细佬考唔到大学出咗嚟做嘢，大家都唔同阶层，所以冇特别咁同佢讲过。认错由得佢哋咯，我都唔想解释咁多。 你扮你大佬去找恒仔晦气，之后仲嘈起上嚟。佢搞到你整伤咗，于是乎你好嬲，杀咗佢系咪啊？冇啊，我冇杀到佢啊。细佬份人系冲动啲，但佢唔会杀人噶。星期一朝头早六点至到十点呢段时间，你喺边？我入咗元朗，同班 friend 玩通宵，六点零钟要揸车走，可能过一阵啦，差唔多翻到屋企就撞咗埋路边灯柱，炒车。咁你有冇报警啊？嗰下我系继续开车走人，不过翻到屋企谂谂下，我惊警方果不顾而去。 所以咪自首咯，有晒记录噶。阿Sir，超速相影埋啊！咁你咧，嗰朝六点至十点呢段期间，你喺边度？喺屋企瞓紧觉，细佬翻到屋企都见到我喺房噶啦。佢知我炒咗车，就会话我，我怕佢烦，所以冇叫醒佢。唔该晒两位，有需要嘅话，我哋会再请你哋翻嚟协助调查。冇问题，随时 call 我哋。呢边咧，唔该。 咩啊？吓，搵我啊？冇啊，来睇你走得未啫嘛。吓，嗰对孖仔真系生得好似喎。嗰对孖仔啊嘛，大佬咧 Oscar， 细佬 Ocean， 但系咧我对住佢大手一握，真系头都晕埋。Madam， 咁真系唔料到啊。细佬只系承认佢去过宿舍嗰度同恒仔嘈过你，但系就唔认杀人。我会去交通部嗰度详细 check 下，睇下嗰细佬喺案发当日嘅撞车记录。Thank you。OK， 明白晒。 好啦，唔该你，拜拜。点啊？睇你个样好似冇料到咁喎。阿 Win 出个交通部证实细欧真系冇讲大话，嗰日佢六点几撞咗车 ，hit and run 翻咗屋企，但系转头咧又去咗警署自首。细欧撞咗车，不顾而去，话就话翻咗屋企啫。你唔俾佢走去杀人，然之后自己走去警署自首？嗯啊，佢啊冲红灯影快相有晒样嘅，加上去警署自首又有时间记录。 佢屋企同大學距離好遠㗎，計翻時間咧，佢冇可能翻到嚟殺人。喂喂，呢杯我㗎，嗰杯係你㗎。Sorry， 大細歐係咪讀同一間 U 㗎？唔係，細歐出咗嚟做嘢㗎啦。如果大歐唔講咧，我諗都冇人知道佢有個孖生兄弟嘅。我估有時大歐走堂咧，都可以揾細歐幫佢頂。而且細歐咧，佢扮大歐同恒仔嘈，大歐都好似冇咩咁。 咁即系话，佢哋两个唔止一次大家扮大家。不过有个人同自己一模一样咧，好容易混乱搞错，都好似几烦啊！嗬。你换个角度睇，佢哋亦都系利用呢一样嘢去误导人，攞着数或者揾方便噶。咁如果嗰个撞车嘅唔系细欧而系大欧，咁细欧就会有足够嘅时间翻大学杀人。唔出奇啊！我哋人肉眼都咁难分辨大细欧，更何况系快相。咁我哋点可以证明到呢一点呢？ 有需要嘅话，我哋会再请你哋翻嚟协助调查。冇问题，随时call我哋。额头有伤个咪细欧啊？嗯哼，我见到背囊上面挂咗个锁匙扣，系非洲国家杯独有球场纪念品。上面除咗有佢喺职场影嘅相之外咧，仲有一个官方独有嘅印章认证添，好珍贵噶。佢有钱去睇波啫，咁即系代表咩啊？细欧去得非洲睇波就一定要打防疫针。 尤其是要防御黄热病，佢仲要食定防疫疾嘅药添，所以大细屋嘅血液里边，一个会有呢啲传染病嘅抗体，另一个就冇嘅。咁即系要揾普上啦。
我咪话我撞咗车，有不在场证据咯。我冇杀人啊！你哋究竟仲想问啲咩啊？我哋出个出入境记录，一个月之前你去过非洲旅行系咪啊？系啊，去嗰边睇波犯法噶？睇波唔系犯法，不过喺非洲要打到防疫针噶。系人都知啦。你承认去过死者恒仔嘅宿舍度同佢嘈，推撞期间你嘅额头撞咗埋去台角度受伤。我哋将台角上面你嘅血迹攞咗去做 EIA化验，EIA即系免疫荧光法。通过呢个化验，我哋 check 到你嘅血液入边有黄热病嘅抗体。咁又点啊？我认咗系我去揾恒仔噶啦。你仲话你喺我化嘅时候喺元朗揸车翻屋企撞咗车系咪？系啊。但系你冇同我哋讲过你撞咗车整亲流咗血喎。好消失，我都唔记得啦。我哋喺你车度揾到啲血迹，同样拎咗去做 EIA 化验，但系得翻嚟嘅结果就发现唔到你有嘅黄热病抗体。因为撞车嗰个根本上唔系你，系你大佬 Oscar。 佢知道自己就快扣满分，于是乎撞咗车之后就hit and run翻咗屋企揾你求救，然后你就代你大佬去警署自首系咪？喺你自首之前，你走咗去大学杀死胡世恒系咪？冇啊，我冇杀人啊！咁嗰段时间你去咗边度啊？总之我冇杀人啦，我冇杀人，我要揾律师。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